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对了，我顾问团里那个秘书不能开，其他人你随便。好的。哼，最终还是给我在身边安插奸细，我差点以为你对我无条件信任呢。完蛋了，直播间又被封了。又涨了30多万声望值。什么不错呀，是永久封禁，好不容易博起来的大号直接彻底被关小黑屋了。你是在斗驴直播吧？我给你们老板打个招呼。你快别吹牛了，人家斗驴大老板也是身家半百亿的人，凭什么听你的？招呼打过了，你等着解封。吹牛大王。嗯，超管小姐，我错了，解封，你的号直接加入白名单，以后再也没有人会封你的号了。夏小姐，您背后有这么尊大佛，怎么不早说呀？大佛？是啊，老板亲自出面说这一尊大佛连他都不敢得罪呢。谢谢老板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上面有我的电话，这里打不到车，你去我车库随便挑一辆吧，以后过来也方便。好的，老板。连大老板都忌惮的人，荀潇潇呀，荀潇潇，你到底招惹了一个什么样的大佬？老板让我选一辆车，不过这是人家客气，我不能真的拿人家的豪车，随便一辆10来万的代步车就好了。拉达、风神、威龙，果然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。这辆保时捷918应该是里面最便宜的吧。你背叛我了吗？你怎么可以随便开别人的车，进别人的家？潇潇，我们今天就来做个了断吧。铁子们，整改完了，不过你们可以先去别的直播间逛逛，我要洗澡了，回来哦。上次敲门的那个死变态不会真的来了吧？警察叔叔说再骚扰就抓他，谅他也不敢来。当初是你要分开，分开就分开。小潇，老公来了，你有没有想我？啦啦啦，老婆，你洗完澡了？你怎么进来的？立刻给我出去，出去！我都看到了，你从别墅出来还开着豪车，你上了别人的床，对不对？你不爱我了，你背叛了我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压根就不认识你。老婆，我要你跟我永远在一起，永远。救命啊，着火了。燃烧吧，背叛者，我要跟你同归于尽。别怕，我会让整栋楼的人为我们陪葬。救命啊，失火了，有变态杀人了。我要出去。老铁们记得录屏，这可能是我留在世上最后的画面了。老板，快接我电话呀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竟然挂了。我觉得我快不行了，老铁们，来世再见了。谁来了？哟，看看我们的主播小姐真可怜。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正好在看你的直播，刚才在路上，所以才挂了你电话。那个死变态把整栋公寓都点燃了，这下不知道要多少人遭殃。小潇，果然背叛了我，你们都去死。小潇，关闭直播5秒。啊，死吧，只有死了我们才能永远在一起。小小，你别走，你是我的。终于得救了，那个被火烧死的就是死变态，
这次都不知道他要害死多少人呢，真是造孽。这倒是行侠仗义的好机会，或许可以趁机多收割点声望值。潇潇，你现在没有危险，我也该继续救人了。啊，大火已经起来了，里面非常危险，你不要逞英雄。不，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英雄，有的只有热血而已，而我刚好热血沸腾。救命啊，着火了！啊，是老板，他把这么多人救出来了，真是功德无量啊。那个大英雄还没出来，可千万别出事呀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系统检测到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，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六魔头开始新的冒险。啊，这都是些什么呀，退出，我要退出游戏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，怎么办，这边有人都逼到无路可逃了，快跑啊，他们来了。啊，我们死掉了。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。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出不了的人，竟然敢不崇拜我家王城。白墨淘汰，下一个。系统，使用一次顿悟机会。第五层料了。身为魔主亲子，纵然第五层又如何？我圣玄宗不收。